你别跳，好乱啊！你这个，就趁现在。我们配对的标准是最受期待的组合，所以大家就可以针对最受期待这个关键词来推测一下自己的搭档可能会是谁。我应该跟凯哥吧，我。 1960年，罗马。2022年，北京。我对不起，我电话太多了，我实在是业务太繁忙了。你好。你好。哎，请问是凯哥吗？是啊。在哪儿呢？我在奥林匹克公园呢。谁给你打电话了？是不是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嗯，不重要。我觉得咱俩这139 Club 很有可能要重现了，对吧？那就没有合体了哈。肯定的。分享你的。太受欢迎了，相信我的直觉。Olympic， 哎，这么多人车的小乔凯哥啊，是吧？谁啊？奥林匹克公园啊！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快！谁呀、啊？张震远，你肯定没事，你不要来了。凯哥呢？凯哥。凯哥，哎，来了，热闹啊！来来来，这要谁不是谁是就很谁不是很尴尬，万一俩都不是是这什么呀？这是你的，这是我给配的对，凯哥，你都已经把我配走了，真傻是什么？我受不了了，不是真缘加沙溢嘛？真傻组合，那我先试吧，我先试吧，我可能性可能，哎，有点像。哎呀，好紧张啊！你整的我，这好紧张、啊。你试试。哎，我怎么感觉不对不对，这不一样。咋不对呢？这是长的。哦，是这个。给我给我。完了，感觉是他。我走了。我们俩也太合了吧？合上了。这是合吗？合上了。让死忘记我。是吗？我们俩是不是对的？我看。这绝对就是了，绝对是啊！你看三个口，今天就让139 Club 重现江湖。大家好，我们是139 Club。首先出场的是139 Club。哇，这么隆重！干嘛呀？哎呀，干嘛呀？上来就让人看见了，果然比我们快啊！你俩叫啥组合 ？QQ 猪，吉林双猫。不是，怎么就看成 QQ 猪的了？吉林双猫是什么意思？大王嘛，两个大王嘛。你们这是啥名？重现江湖了吗？2019年的名。哦，是雨琦当时创造了139公斤的成绩，我的成绩是138公斤。你别多举了一公斤。后来我发现可能是我那个机器的那个皮带断了。你可拉倒吧你，六年前还要再解释一下，不用了。我别出去了，我别出去了。别跳头发！你别跳头发！你别冲啊！你别冲！我只能说你别跳头发！你别冲！别起！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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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想到有这么激烈的环节。你们为什么放一个里？全部啊。哇。我一无所有了。玩一把大的。不玩了。
要压就全压。还是年少太轻狂，赢就完事儿了。十八个，没钱了，不玩了，好烦啊！问：东京奥运会4×100米的决赛中，把接力棒交接给苏炳添的是哪一位运动员？哇！请问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球类运动是什么？等一下，错误，请写出两位上过《奔跑吧》节目录制的奥运冠军的名字。这，他，正确。Nice。请问，在电影《超越》中，郑恺饰演的田径运动员郝超越在退役之后从事了什么工作？别教了，答案慢些。雨琦，正确。第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年份是什么？哎呦！1876。错误。啊，写不出来了。啊！1876。错误。九六。1896。回答正确。哦，在听一段解说音频之后，你们要回答出视频里的内容是第二次球传给了谁？第二次球传给，别加了。请听音频。帕帕萨索普罗斯接球，他把球分给了帕帕多普罗斯，给到边路的霍莱瓦斯，霍莱瓦斯直传给萨马拉斯，萨马拉斯在皮什谢克的逼抢之下回传，接着给霍莱瓦斯，霍莱瓦斯尝试传给卡拉古尼斯，被奥布拉尼亚克抢断了，给到布瓦什基科夫斯基套边下底传中，中路包抄，莱万多夫斯基头球攻门攻破了哈尔基亚斯的球门，球进了。我完全没听见。这。错误，我们对不对？雨琦正确。哇 ！Nice， 结束了哈。卡下我们就不选了。别选，别选，别客气，别客气。没有人会在乎你们放在哪里的。随意一点。你这是放哪儿？没人烦我们的，你放心吧，你们放哪儿都安全。是，没人烦我们，没人会搭理我们。好难啊，三个怎么都不知道怎么分开。Nobody cares about it。别客气。不过这几个那个安慕希几个人吧？几个安慕希几个人？那还有60多个队员。天哪，那得热身了。忍住。凯哥和雨琦有3张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的贴纸。我觉得拉拉队就是那个人墙呗。拉拉队就是对18铜人。拉拉队球员都在那准备了，是吧？18铜人。交换球衣。交换球衣。换队友。哦。是不是？哦，有。OK， 说我们就仨，你说你们6个要不抢一下？吃点吧。家徒四壁啊，还有4个娃。我们怎么能吃？我们一个都喂不活。一人一口奶，喝着点吧，有多少喝多少吧。抱住我，给你插在这儿。别再给你出去找。那我们没有可能喂饱。怎么有可能 ？Unbelieva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咱俩呀，就上对面那个。坐人看台上坐着去，狗到最后，我觉得有狗到天黑。你们给谁了？给谁了？哎，郭彦廷，娃娃给谁了？给谁了？啊，没给你们。是啊，不给范丞丞了吗？你给谁了？我也给范丞丞了，但我们也收着一个。我估计范丞丞给你们了。他一个里面就一个。天哪！
什么运气？就剩拉拉队和拉拉队和那个交换球衣，交换球衣了。哎，那个是不是一个？啊，两个，拜托两个。够了吗？哎呀妈呀，太不容易了，宝宝们太不容易了，我们回来了，哇，我们真的成功了，怎么样？ Yes. 球衣还是拉拉队？交换球衣，我觉得是换队友，换队友呗。啊？什么意思？不是，交换球衣还是说撕的时候就？不，也许这个是反弹。不是，他也许是有时间限制呢，但是拉拉队感觉就很一般，就是那试试吧，试试，咱换谁呀、啊？关键是也不好说，好像也只有李晨，但是不要在他们面前用这个，我觉得就让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咱上去弄。好啊，他们怎么又走啊？哎，什么意思啊？他们去什么？用超能力去了。其实我刚才好几次想对卓深下手，不，你得让他留着那个，让他们去耗别人去。你想啊，他俩换没什么意义，对，他俩还有一条命，但他俩换有意义。程程和白露，对啊，我们可以把对方的两个队员给换了，就相当于你撕掉白露，就相当于把范丞丞给 out 了。对啊，现在等于还有两个你是吧？那我们结盟吧，我们结盟，我们撕白鹿，然后我们就把程程 out 了。那我们只能换他们俩，那用吧。用。喊出某某某某交换球衣吧，即可指定一组搭档永久交换名牌，之后被撕掉的名字对应的成员 out。啊，就是让他们先交换名牌，然后撕弱的那个。弱的其实就把强的给撕了。白鹿范丞丞交换名牌吧。你们这个好烂呐，我以为最起码能换一个人。你们什么技能吧，我那个太水了，这个感觉。用一下，让我看一下。但是我们都用完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喊出口号。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指定对方搭档其中的一人，原地加油跳拉拉操1分钟，期间加油成员不可以攻击或被攻击，该超能力可以使用暂时。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能力拉拉队生效。啊？请宋雨琦原地跳拉拉操1分钟，为你的搭档加油助威。你不是叫我叫你跳吗？那你们就三个人撕嘛。什么鬼啊！1分钟倒计时。开始。好烂、啊，录音。好烂啊！就趁现在，冰天哥。我师傅凯哥是吧？但你好烂啊！你为什么要我跳舞？我好傻啊！1:35，free。开心吗，哥？这个真的比我们那个还水，我真的是。哎，你想不想看跳舞？你那个确实很有观赏性，再看一下，你还可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可以用。超能力拉拉队生效。什么鬼？还可以用啊！我这个技能没有用，只能看跳舞。我们俩先消耗他一条命，对，再有两条。对啊，两条命。是他，加油！不忍心。来吧。哦，张震员会不会直接杀所有人？哎，小心！哇！爆炸！
钱了，还好吗？自在游泳。今天的 MC 最强联盟竞赛最终胜出的搭档是，干啥呀？啊，准备呢？喊名儿，一三九 club。恭喜凯哥、宋雨琦获得最终的胜利。马上为你们送上由 MC 提供的纯金的送达十一克的金牌。十一克，哇！哎呀妈呀，我们俩容易吗？家徒四壁。三个安慕希，含辛茹苦养四个孩儿，把四个抱抱拉扯大，哇！最少的三颗奶的人拿到了，真的，我们永远站在攀砖。哇！这有十一克，我感受一下，挺重的哦，挺沉的。哎呦！哎呦！怎么回事？我看，烫手，烫手，好重。这样，我把这一颗送给我们的亚洲飞人，值得拥有这一块金牌。谢谢。雨琦，看看你凯哥的表现，这一块咱俩回去掰吧。哎，对，我也觉得是。真源、雨琦，你们分别展现着少男少女最阳光灿烂的样子，在团队里释放着青春的活力。雨琦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妈呀，这漂亮了啊！华丽的转身呐！哎呦，小飞人你好厉害！以及雨琦的各种音乐版权，哎、谢谢。阴阳怪气。We don't need money.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ive.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音乐版权。